Flomo 品牌创立于1971年，从1974年生产第一个单开磁铁笔盒后，便荣获多项智慧财产局专利与美术著作权，尤其以功能性笔盒类的设计为首要特色。当年谈到多功能笔盒， Flomo 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代表品牌呢，在国际上具有笔盒王国的美誉。在经营者革新开创的眼光下，彻底颠覆传统文具的思维，带领台湾文具走向色彩丰富、造型独特、样式新颖、流行的新境界。